我最近发现啊，有很多15到18岁的学生买洗面奶，要不就是跟风乱买，要不就是妈妈在超市给我买啥我用啥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问题你们一定得重视起来。青春期的学生们分泌旺盛，爱出油爱长痘，所以说洁面这个品类是宁可不用也不能用错，否则起皮敏敏还爆痘。今天啊，一句话总结你们学生党最爱的20款平价洁面。很多人手一支的洁面啊，都是乌龟吃煤炭，雷霆小王吧。来吧，第一个独立方丝，空管个4支啊，但现在的国货更便宜更强，至本干皮一生所爱，清得干净还不拔干，智罗峰水杨酸，包包闭口粉刺一网打尽，痘肌盲用，斯坦福用完就长闭口，好一个垃圾，唐氏米脆，屈臣氏里可以闭眼入的产品，而且便宜到不要钱一样，威替老虎洗完就爆皮，再买取关啊，西木源油皮亲爹还贼好清洗，有它每天多睡2分钟，泰国牛奶排名靠前，全都是智痘成分，不烂脸是万幸，脸瘦代码成分绝对干净，而且脸上的油脂都能连根拔起，不挑肤质，资生堂洗颜专科，我洗完脸直接红了一片，再买就不礼貌了，激活糙米，他家那个糙米水是真的好用，但洗面奶无功无过，润肤体能卸淡妆和高倍防晒，还有水杨酸去闭口，国货性价比透，科润有点太温和了吧，清洁不高啊，但是个重品，整理丝老板新版都便宜好用，不假滑不紧绷，但不适合大庆油田，红脂全死同行吧，每一颗毛孔啊都被洗得干干净净，混油油皮别冲，爱尔博士清洁力非常强，干皮别碰，秀吉清洁力在线，适合敏感皮，玉泽控油效果不错，油皮痘肌绝对要冲，艾尔塔洗得干净还不拔干，就是起泡太慢了，哦对了，泵头也很烂吧，没了，那你们下期还想看我总结什么，评论区见。